那阳性率是 1.12， 那由这里你就知道我们呢每次都非常迅速的去做相关的框列以及裁剪哦。那最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跟病毒在做赛跑哦。那这九个案例里面有七个都是我们在居家隔离的一个范围里面又在发病的，另外有两个案例，一个是在台南，一个案例是我们的乡亲跟台北的朋友他们在台中会面联谊，那发生了这个相关的一个这个疫情的部分哦，所以这部分台中跟台东都还在由这个台中市跟台东县来做相关的一个疫调哦，所以我们决定说再做一次的一个清理哦，请这些里民哦有症状的，还有包括之前裁剪过的，那最重要也包括临近两个里在果园工作的这些民众，如果出现症状的话，也要一起来做筛检。再次强调哦，你这个筛检完阴性之后哦，还是有离病的风险，一定要配合做自主健康管理或是居家隔离，不要立刻去就医筛检。任何不舒服、哦、因为这个。COVID-19 的症状很多样、哦、所以只要有出现不舒服，你就要去裁剪。这两百九十九个不是被已经隔离了吗？那他们可以出来筛检？上次在社区筛检，因为我们算是高风险都清完了、哦，所以这两百九十几个我们是做自主健康管理。哦，那自主健康管理当然它有一些行为上的限制了、哦、可是毕竟这个是一个社区的热点，哦，所以我们评估之后觉得有必要再做一次的一个快筛的动员率。